据媒体报道，7月27日，第五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红毯在山西大同举行。导演、编剧、剪辑师、字幕师张艺谋女儿张默与老公亲密搂腰恩爱亮相。36岁的她风韵十足。据悉，张默的现任老公孟丹青是一位瑞士籍华人，出生于韩国。2013年，二人在北京四合院里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